黄河这么巧呀，今天一出门这份大礼了，你这个是谁送的？你去吧。啊，你看今天我又是成家的啊。这个东西是那个游览姐寄给你的。啊，你把它拿回去吧。要不我帮你拿回去吧，好吧？因为你的话上楼梯行动不方便，走走回去。走了走了。现在很天降温的，这个黄河山竹还是很单薄的。 黄河冷不冷啊？啊，还好。哦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就不要在外面乱跑了。今天何华姐姐也过来了，现在上这个楼梯啊，因为黄河爬楼梯很困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把这个送过来。等下去那个上面，拆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 好了，黄黄，你把这个东西拆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是游览器，那我帮你弄吧，搞个小刀子。 什么东西啊？奶粉，是不是奶粉？营养粉。哦，滴出来了，放好，放好，滴出来了，拿出来嘛，营养粉。就是补充那个营养的。你知道这是谁给的吗？谁？谁？优兰姐。想起来没有？优兰姐。我知道，也是一个委员换的。啊。 你要拿那个锅，这是他寄给你的，他还赚了你多少钱来着？700块。300块钱。嗯。啊，非常好了。然后隔三差五的就帮你寄东西过来。那游览姐的意思是你把这个喝了，是不是补充一下那个营养，对身体有好处？嗯。是不是？你的话就是缺乏那个营养。那行，那你就好好照顾你自己啊。嗯。我走了。